孩儿正式进入内阁了，总算没有辜负您的期许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到，这一路辛苦了，望你不骄不躁，再歇再厉。孩儿谨遵教诲，孩儿能走到今日都是因为您，从现在开始便换作孩儿为您分忧解难了。哪里需要你为我做些什么呢？你能有现在的成就，我就已很为你感到开心了。此恩孩儿当永世不忘。妾妾之恩，似紫金之风，立吾心而立吾志矣。